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窦师傅。很多兄弟只知道我是一名裁判员，很少有兄弟知道我还是一名职业俱乐部女篮的领队。相信大家对职业俱乐部也是非常的好奇。那么领队一天的工作到底是干嘛呢？等我这天来慢慢告诉你们。一会儿是早上6:30，新一天的工作就要开始了。出门一身帅气的搭配真的是必不可少。看看D哥这么多新品，我都不知道穿哪件了。简单的搭了一身，说实话，这个帽衫还是特别显身材的。早上先领了我们这次在基地的训练通行证，不然真的是寸步难行。说实话，已经好久没这么早起来了，还是有这么一丢丢困的。到达训练基地了，真是每年必来打卡的地方。那其实作为一名领队，在球队训练的时候呢，是不会有任何干涉的，全部听从主教练的指挥，主要还是负责球队和球员之间的场下事务，扫除教练员和球员的后顾之忧，让他们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中去。就有我事儿干了。作为一名领队，同时也是一个篮球爱好者，平时在队内训练的时候，我也会参与其中，给他们上上对抗，上上力量，也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。兄弟们千万不要小看女篮队啊，你们可真的不见得打得过他们，他们的对抗和篮子怕你们也是吃不消的。训练结束之后呢，我的事儿就来了，球队的一些日常安排就都由我来负责了，包括日常的出行、训练时间、用餐时间，包括现在的体温测量记录等，晚上还会去参与到联赛部组织的学习课程等等一系列事情。最近会多给兄弟们看看我们女篮队员的生活，你们对什么感兴趣呢？记得告诉我，拜拜。